玲珑星赵又廷撇高圆圆密友北京马尔代夫，从强行站在赵又廷高圆圆两人中间拍照，到现在直接撇下圆圆私会，看林更新如何一步步走上人生巅峰。说起娱乐圈男人间的友谊，林更新和赵又廷真的是最温馨的一对儿。两人相识于《狄仁杰二》的剧组，一路相识相知，甚至两人关系好到赵又廷推荐林更新和自己一起出演了《痞子英雄》，合作中交到好朋友。赵又廷在生活中对林更新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而林更新提起赵又廷也是满脸幸福。两个人关系太好，难免受到大家的调侃，不，讲真，是他们先自个儿调侃自个儿的。先是在《三生三世》播出期间，赵又廷晒了这样一张照片祝福林更新生日快乐，激情满满。接着赵又廷的人生第一次吃辣条献给了林更新，五一期间林更新强势插足赵又廷与爱妻高圆圆的长城游。而昨天林更新在微博晒出自己和赵又廷撇下高圆圆密友北京马尔代夫的照片，稍后赵又廷转发回复，其实有点疼。在林更新的照片中，赵又廷虚弱地躺在岸边，而林更新自个儿站在水中嘚瑟的摆 pose。 偏偏赵又廷说有点疼，别怪想象力丰富的网友们深夜开车啊。不过赵又廷和林更新的友情还是挺让人羡慕的。